总统、市长、委员、议员、里长，啊，搁咱大庙各位委员、各位士大，我知影即马徛伫遮，咱拢要听总统讲话。啊，但是我若讲话，你会甲我叫我落场袂？咱靠水准啦吼。但是我嘛知影，大家是要听总统、听赖会员，甲咱斗阵大家讲话，所以我嘛卖讲伤侪话。咱甲伊嘛是无共款，咱知影啥物时阵该总讲啥物话，啥物时阵该做啥物代志。民主进步党向各位真负责任拜托大家来支持赖委员。民主进步党嘛要拜托大家再一遍，予咱的蔡总统有四年的时间带领这个国家，所以要直接甲大家三甲尾努力拍拼，予总统连任国会过半。拜托，多谢大家。